这是3202啊，3205也是一套1:1:1，它是 North View，然后是一个朝北的朝向。然后进门之后呢，首先这边是一个 closet，然后一个小的 closet，这边是我们的 dishwasher wash，然后再到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kitchen area 双层，就是大开门的冰箱，里面还有这个饮用水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冷冻柜，然后有很多的 storage space， microwave， stove， oven， stove 是用气的，然后包括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sink and dishwasher。然后进门，然后呢，它的这个客厅呢是属于比较长的，然后它可以从那边开始隔开，然后能够看到它客厅的 view 其实也很不错，虽然它是朝北的，但是能看到河，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娱乐的这个 amenity 的这一层，以及到一个绿化非常强的一个区域，这是它的北面的 view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bedroom。我们 bedroom 首先进门呢，看一下，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loset，然后它也是能开灯的，很深，然后有很多挂衣服的地方，三面。然后这边呢也是非常大的窗户和相似的 view。然后最后我们的卫生间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它的这个全身镜也是打开，可以放很多东西的。再到这边，它是一个 bathtub。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子，这个镜子是无法打开的，是一层单面镜。我在下面是有这个储存的地方，然后都非常的好。